哇，看到这么多的气功人在这里表演，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兴奋。待会呢，在歌曲进行当中，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点灯，一起照亮大觉堂，照亮每个人的心灵角落，同时也为台湾祈福，为世界祈福，祝愿大家平安、喜乐、圆满，谢谢。
盏心灯，带来希望的每一分钟燃起的火焰，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，留给爱上的泪眼，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，留给迷路的女人，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，献给哭泣的弱者，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，献给苦痛的众生。心灯带来希望的每一分钟。谢谢，谢谢，非常优美的歌声，浪漫的琴音打动了我们的人心。美丽的乐章更是抗疫时期人们灵魂的解药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接下来第二首演奏的是《江波无影》，本曲描绘的是古代的画舫在船上歌舞升平、快乐悠闲的情景。乐曲呢，你用古曲《春江花月夜》做引子，缓缓的情境，配器层次的堆叠，萧何声明，琴韵增生，呈现飘逸的湖光静谧之美。我们欢迎《江波无影》，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